王宝鸡，你喜欢喝豆浆是不是？对。这个是益美的豆浆哦，这个品牌爸爸听会，不懂。你听不懂哦？为什么你听不懂？高高，来，你叫豆浆弟好不好？豆浆弟。益美豆浆弟好不好？你好喜欢喝豆浆哦，台湾真的哦。热的。那你坐下喝好不好？坐下喝，坐着喝，坐着喝。你这样站着的话，如果跌倒就倒出来了，好不好？你坐着喝好不好？大姐，你要大姐来哦。饮料会倒出来，对啊，会倒出来啊。所以你要坐着喝才不会倒出来呀、啊！来，坐坐喝。大姐啊，对，坐着喝。大姐啊，你坐着喝好不好？大姐啊，你要站着喝啊、哦？好吧。还在补啊。好舒服哦，是不是？快喝快喝！要爸爸，要在这里。大大啊，坐坐喝，快去坐坐喝，坐坐喝。大大啊，你要站站喝啊、哦！好了，站站喝，站站喝，不要倒出来哦。